这个 project 是叫 Dragon 龙月双飞，都他们把全部不同的元素加在一起，就是因为他们要团结，所以有老鹰的爪，有鱼的鳞，然后有蛇的身体，然后有鹿的脚，然后有老虎的眼睛，就 combine 起来就是一个龙，所以它代表着力量，代表着威严，代表着团结。主要的那个材料是用木咯，还有那个 plastic plate， 所以很多人会问，因为都是个 plastic plate， OK， 我们其实用了大概有十千个 plastic plate， 大概两个月时间来讨论，一个时间我就是做筹备，然后再多一个时间就是我们真的去动手去做，然后在 onsite 我们花了3天时间来把全部东西 assemble 了。